做伙走找幸福的基地，在海角，在天边。咱做伙走找善良的气味，在庄稼，在都市。人生啊，无几年，计较剩什么？回头看，上单纯的亲情在身边，爱永远在这。秘书，阿母今日会枵着，叫胖囡仔来给伊食。好，我无遐尼枵呢，你甲阿母不免烦恼挂啦。欠食挂，总机啊，总机啊，你紧落来，有人客讲哦，顶边哦有四部，啊到底是倒四部啦？你紧落来。好啦，我随来。你今日无闲啦。歹势啊，趁少紧食。嗯。我袂阁哭啊！过来遮是你的心愿，将伊对我真好，我嘛会认真做一个好太太、好媳妇，袂阁予你烦恼。爸，我会好好过日子，你放心。去哦，吼，还佫较慢吼，小李哦。花啊，花啊，迄人客拢过去安尼，咱就赶紧过来去。哦啦，素婷啊，去叫你哦，连遐二嫂紧落来，莫互人客等吼。来啊啦。哎。哇，二嫂足水的呢。小咱就是有时间通好食哦。有啦，我有食啦，多谢阿母。啊，你赶紧来去，唔通让人家等伤久吼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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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。差不多啦，阿庆刚都起来啊。哎呀，阿达吃饱了，你好啊。老师，
你先过风炉啦，我落去后脚吼，甲阿母讲一下就好。好。阿母，哎，老早，老早，啊，睏得好无？啊，还会用的啦。我头拄啊吼有拄着大嫂呢，啊，伊啊又搁醒啊，呾咧哭尔。伊大嫂按时哦要顾迄两个细汉，拢无啥睏，足辛苦。啊，即阵嘛厝内代志哦，你着加呾斗相共啦吼。好，我知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来，我准备好啊，你甲放去桌顶，好好，倒位坐坐咧，好。嘿啊！啊，那我先甲油滴滴嘞。嗯，好啊。哎呦，丽珠啊，嗯，你哪倒哈尼侪油啦？蒸豆腐不是都爱油较侪才好食，我安尼嘛较袂调鼎啊。我真正要厝的拢是看我妈安尼蒸的。哦，安尼哦，油哪侪吼就袂调鼎啊啦。啊，大家伙哦，厝内底惯性拢无同啦。这若是互你乌道上看到，你一定会问讲哦。嗯，啊，这油敢免钱？哼，以后我会较注意的。我煞袂记恁家家己伫做油，油当然嘛免钱。哎呦，啊，对吼，我嘛袂记记的。我是想讲，我妈以前炒菜吼，拢放遐尼济油，啊，遐尼济年的习惯啊，我阁叫是讲大家拢同款的。不要紧啦，吼，以后哦，知影就好。哦，你注意看吼。吼。这豆腐吼，煮落去的时阵吼，卖赶紧冰冰哦。好。等下吼，蒸较柴的时阵吼，再过来变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你伫个厝内底就喊咧煮食吼。啊，以前踮咧厝的啊，早餐吼拢是阮妈家蒸咧无闲啦。啊，阮厝内底人够侪，就过来互工人传食的。若是逐工早起吼，都要传一直传工人的早顿呢。所以我初中的时阵吼，便当的菜拢是我家己煮的啦，唔则敢会通传一寡较简单的菜式。安尼哦，恁有弄啥较长期哦，无爱食遐尼油啦。哦，好啦，那安尼以后吼，我的油就放较少的。唔要紧啦，你知影就好啊啦。哦，咱兜算算哦，嘛袂少人。逐天哦，干那要煮三顿哦，就足无用啊。啊，早起哦，嘛是爱传三个便当啦。嗯。你伫个灶骹有啥物唔白，你就问我。啊，是问你大嫂嘛会用的啊！啊，以后恁两个人就轮流来照看照啥干嘛，吼？好，啊，阿母，太谢啦！我做代志吼，我较无经验啦，若是有做了无好的所在，再搁请阿母你加教我一点嘛。会啦，我会甲你当作家己的查某囝，偷偷甲你教，吼。来，今毛会放落冰冰啊，吼，你着较细腻，偷偷来，才袂看见，吼，来，好来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偷偷来。给做陪伴哦，你就熟手啊，哈！对对对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你哦，好，好。嗯，胖哦，嗯，够胖够水呢，来。哈，阿母，阿哥，什么来倒三工的吧？我没上课哦。好，明天再见。哎，罗谢你。好，明天再见。哎，苏丁啊，头头行着好，莫用走的啊。我要卖花啦。苏丁。安怎？苏丁啊。哎呦，你便当袂记得炸啦。哎呦，苏丁啊，苏丁啊，等一下啦。啊，你的便当。多谢你啊。恁李嫂给伊摕出来。多谢李嫂，明天我来去啊，明天再见，李嫂再见。大早今日莫用走诶，来看车啊。好。这锁定实在是吼，大家我咧雄雄公公。不要紧啦，你那就是安尼嘛。行。
敢有需要我斗三工？免啦，点头我来顾就好啊。你看阿母是不是需要斗三工？好，来，就给你啉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老张。老张，老张。啊对了，昨天来靠骨没？我给你擦掉无？无啦，无代志啦。哦，安尼无就好。嗯，来我出来。好。中介，老张，拍死拍死。哦。昨昏骨无困好势哦。细汉的靠完，我大汉靠啦。啊，我甲爽啊，两个都轮流跑啦。啊，你讲要来困就好啦。大兄，你迄两个囡仔真了古锥，你也满足啊。你即摆还未生哩，等你生，搁较古锥的囡仔哭个，真正都袂调啦。哦，啊对啊，大兄，我等一下出去上车中，啊找几下所在，啊定定麻烦你顾啊。哦，卖讲啥物麻烦麻烦的啦。我讲，即摆生哩吼，等月底较无生哩的时阵哦，你带你做啊，去外口行看看哦。死狗才管。什么死狗才搁讲？趁即马才结婚哦，好好培养一下感情诶。阿母毋听你讲，某是娶来受诶。你若无好好疼惜哦，你会一世人艰苦。大兄，你结婚才三年呢，咱敢你真有经验款啊。以后你就知。歹势啦，啊！迄盘菜吼是我炒的啊，无说你着放伤侪油啊。安尼哦，不要紧啦，阿摆较注意就好。一只油吼，我袂惯习啦，对身体蛮好。哦，好啦，我会记的啦。讲过啊啦，啊，丽珠哦，就是改袂过来，你莫甲念啦。我对身体差个。你袂记因家哦，家己着一个纸油啊，倒油袂像敢若倒水同款免钱，因家会习惯啦。我煞叫袂记。哎，安尼哦，好佳哉哦，咱倒是开布店的，哦，平常时哦，我们家常常有新衫头好穿吼，对无，头家？闹影啦！咱哩平常时遐哩俭着，嘛真难得哦，做一撮新衫。啊，我要留予孙仔穿啊。等伊若较大汉哦，我要做好两双哦一模一样的洋装哦，和冠清甲凤如穿，哎，两个姊妹啊穿同款的衫，一定足够水的啦。咱即马将伊哦嘛娶我啊，啊，咱厝内以后吼会愈来愈热闹咯，哦。去吃饭啦。哎，大哥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我介意倒一地吼，家己叫。进来，慢慢介绍。刚需要家己介绍，是要办嫁妆对无？哦，少年诶，你目头哦是有倒好诶，啊一个摇来摇出来啦。我咧看证啊，这样听查某囝，我有应该是安尼啦。无麻烦你甲我介绍。好好好好，啊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请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你若是要办嫁妆吼，这块红色袂歹啦，看起来真喜气，哈。我这块，袂歹哦，布置上嘛袂歹哦。无恁坐坐，我替予恁看，好，请坐。这块哈，爸爸看。嗯，这块较正红哦，较足有喜气，较是袂歹哦。哎，这块嘛袂歹，哦。啊，若是要做旗袍哦，这块布嘛。做起来真有气质嘞！哇，这块布哎，真优呢，够够足好望的呢。西装了会当上大褂。啊，小等者哈。那是要做西装吼，这块啊，布色，你看，真嫩的。啊，这块吼，上个恁大褂吼，哇，这布一身拢袂歹呢，确实袂歹。小裤啊，就上旗袍了，万裤啊，就要变嘞。哦，
啊，你人都还袂嫁出去，都叫我亲喽。安尼哦，敢袂感觉歹势？哎呦，爸，这是你家当然的，而且你讲要谈几多辈哦。好啦好啦，只要你介意就好啊啦。你家讲的哦。好啦。别说。来啦，请你坐。哦，多谢。您看卖，这几块拢袂歹哦。这块刚刚呢？嗯，这个布料阁袂歹嘞，啊，这块你有介意吗？嗯，我就介意。对啦，这几块布吼，拢是阮店内上新的啦，你甲我看。啊，这几块好不？好啊。头家，啊，这几块甲我整去吧。好好。好嘞，吃饭吃饭。哎，你黄豆菜就是安尼啦，白讲讲有菜呢，大摆咱青菜白白就要够点嘛。好嘞，吃饭吃饭。你头毛哪会梳到甲遮水啊？啊，你是要倒？明仔载我要去食喜酒啦，敢有好看？好看，超好看诶！是啊，看起来就少年诶。是啊，阿母看起来足水诶，水遐尔甜，我拢做阿嬷，我啥物少年咧？做阿嬷嘛，少年够水啊！冠青来，进来，啊，唔紧吞咯。来来来来，冠青呐，爱加食一寡，才会较紧大哈，乖。龙啊，爱我饲无？唔免呐，你做你食，啊，唔紧食，嗯。我等啦。林呀，林呀，加班加班。林呀，我加班啦，最后一节。哦。上来啊，啊你去头前吼，甲你黄豆汤倒过点哈。嗯。乖。哦，公路啊，你看啥？东爷，啊今日生意安怎？哦，我当尾甲你讲这啊，我今仔去一间足大间的公司啊，结果有十个人要做西装咧。有影无？好，这好啊。我来讲，今日店的生意嘛足好个。有一个人搁会发奖金嘛，就搞规尾几啊块布呢。哦，这双高调搁无用啊，一直搁无用的。来，紧食紧食，八道爷。嗯。紧食饭哦。食较济。哦，来来，紧食紧食哈。啊啊啊！哦啊，这大杯。啊，好食吧？乖。是吧？俺家将娃过来困了，想着了啊？哎，俺你奶奶考了，会有什么代志啊？啊？我知影你平常时足忝的，透早起来就一直在无闲。啊，你若是有什么委屈，你当跟我讲啊。无啦，无什么委屈啦。啊，那安尼啦。我只是，只是啥？我只是想起阮爸爸，看恁一家伙安尼这么欢喜，我嘛想起阮妈。
歹势歹势歹势，我想我唔好，我拢无注意着，是的，啊。无啦，应该是我的公司的啦，都已经嫁予你啊，哪会一直想要偷厝的代志？袂啦，你唔通安尼讲啊。阿母甲阿多双因哦，拢会当体谅啊。好啦，你通我袂想哦。以后有什么心事，一定要甲我讲嘞，啊？好啦，别哭，别哭。哎，你看，看我安尼就歹看安尼，啊？无代志啊，啊？注意安全。等下，哎，等下，哎，哦，看起来今日生意袂歹看哦。哪有啦，见几波拢无买。我今仔走几啊所在，你看，订单遮尔济啊。哦，遮好哦，哼，真正是查甫人做西装吼，较阿沙利，款式少，花样嘛少，无亲像查某人，吼，款式有够多，花样嘛有够多啦，坐到煞煞毋知要哪拣啦。不过查某做生意量比查某较济呢，本来就是安尼啊。要不过咱也无做女装的师傅啊。这么老店已经无所在，咱搁请一个做女装的师傅啊。而且学道上可能感觉做西装较单纯。我咧想讲吼，是咪找一下时间哦，到学道上参详一下。哎，查某人的钱够好赚呢。阿先生，对啊。我先去食饭啊。干脆卖食，好啦，紧食紧食，卖枵着。好，阿爹爱出去，迄个我阿婶要出去啊，才麻烦你顾点者啦。你搁要出去哦？哈，大兄暗时较早回来啊，这两天哦，乌豆上甲阿母过咧念嘛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啦我知，阿紧食饭紧食饭，卖枵着，走，紧去。这个样子回来啦！啊，早就远嘞，你过来所在诶。来啊，你先吃啦。啊汤吼，我去帮你烫烫诶。没没没，安尼饮就好啊。袂用诶啦，饮烧诶较好，烫一下吼，一个月就好。大家拢是等啊，大家吼拢食饱饭才要回来。安尼螃蟹碗饭、菜汤搅搅就食了，毋知影紧啊。食饱就好啊。伊吼，佫想爱啉蒜头汤啦。大家拢叫我讲啊，蒜头剁剁的啦，加一点仔豆油味素，小苦水呛的，就啉吗？安尼敢好啉？阿姨就佮意啊。来啦，炭烧。以前啊，阮爸不是就咧讲吼，做生意是起起落落，所以生活就爱较俭的，加存一寡本钱吼，嘛较唔免惊以后。知影伊安尼辛苦一世人，赚尔济钱，也毋捌享受过啊。阿爸拢是为着厝内人才这么打拼的，靠家己一个人，把这药厂做到这么大间，是真了不起。好啦，来讲家啦，来啦，你吃一寡。你吼以后都要看好时间，较早回来吃饭的，唔通大概拢安尼超过时间，交辛苦对身体麻烦的。哦，我以后肯定尽量准时回来吃饭。来啦，来讲哦，较早的汤爱啉哦，这是我煮的。嗯。有保食足好诶，有人奉茶捧汤，搁有人关心。你是咧讲啥啦？快紧食，我先去忙。嗯。
嫂，啊，你也袂困啊？是啦，爱等恁大兄啊。哦，大兄要倒来？甲因朋友出去啦。我打算你先休困，大兄应该等下倒来啦。嗯。你这下还阁歹睏，我甲你写写就睏啦。好，是安怎啦？即摆啊，逐工无闲假，拢无时间会当读册。哼，若是有心吼，咱会找着时间呐。会用一天看些五分钟、十分钟嘛，袂歹啊。你讲真有道理，我甲写起来。对啦，啊！你较早嘛真罕咧起来台北，敢有想要去倒位行行无？无吧，啊，店内底遮尼无闲，咱也有时间啊。袂啦，月底就袂遮尼无闲啊，搞倒通请到半工哦，无问题啊。哼，勿紧啦，我也无想要讲去倒位耍啊。哦，我是惊你逐工伫厝足无聊诶。袂啦，袂无聊啦。啊，你若是有啥物心事，一定要甲我讲诶。啊是，你想要倒去厝诶，我会当陪你倒去啊。嗯，无要紧啦。嫁过来啊，咱用一感觉就是讲要倒去后头厝啦。而且吼，若是真是倒去，阮妈一定甲我念诶。袂啦，妈虽然找伊讲哦，会甲你念，啊，毋过伊看到你已经足欢喜诶。对吼，那安尼，那找一天回去好啊。好啊，那找一天回去。嗯。啊对了，嗯，较早睏了，明仔透早过来无闲的。对吼。嗯。停水啦，紧的啦！好啦好啦，较细声啦，莫甲耳朵互因吵起来啦！来来来，特别要啉咖呢。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今日等我转来开门，你互我弄遮久才来啦。啊，囡仔才打睏去，我嘛唔知你当时才要转来啊！啊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起来！啊，细腻的啦！昆林啊，你嘛较差不多的哈，恁到即马才转来，拢几点啊哈？阿母啊，我来讲啦，我本来早也要转来，啊，着我遐朋友叫我吼，加啉几杯，硬要甲我留来，你知无？你较细声的啦！你这个人哪会拢讲袂听啊？好佳哉，你黑道上今仔日哦，睏到较入眠啦。你若是甲伊吵精神哦，你又搁要哄妈啦。无啊，啊，甲朋友交际已经少一下，没啥物歹代志。一遍两遍是袂要紧啦，啊，不过你最近哦，逐工拢安尼呢。啊，风如哦，才偌大，你无踮伫厝哦，照顾囡仔，啊，一天到晚出去啉酒，你安尼敢中啊？啊，爽啊，着甲囡仔顾甲好好诶。哪有要紧啊？讲这是啥物话哈？爽个拢袂忝哦，要顾迄两个细汉，搁要顾你这饮酒醉的啦。阿母，我无要紧啦。啥物你袂要紧？我知影你性地好啦，会晓吞忍啦。啊，不过伊安尼哦，伤超过啊啦。昆林啊，以后无代志哦，莫搁出去饮酒啊，有听到无啦？你是有听到无啦？有啦有啦，有听到。去睏啦。
坤林啊，坤林啊，我暗时出去饮酒，啊，你是固定在杜姑，啊，若真正有人客入来，你是要怎招呼人客啊？我多少是安尼啦，昨暝囡仔一直哭，害我拢无困啊。敢讲你无出去饮酒？最近较少啊啦。哼，你唔通你爱朋友咧，你遐我伫，甲你招你就去啦。做人吼爱养自尊啦。多少啊？啊，我遐朋友也毋是不管是用个咧等我招啊啦。啊，搁再讲，我逐工安尼顾店，啊，毋捌歇困过啊。啊，三不五时甲朋友啉一下酒的，开讲一下，啊，讲一寡生理的代志，安尼也袂用的。我安尼甲你讲一句，你著编个遐尼侪理由出来。你若是真正去甲朋友开讲，干嘛需要啉遐侪酒？好啦好啦，我知啦，我后摆啉较少啦。叫买面洗洗啦，才阁出来顾店啦。开店啊，无闲规工啊，敢来当摊买啊，嘛是阵出来行行，当作运动。哎、啊，逐工安尼走来走去，敢袂忝？忝啊！啊，做生意就是安尼，无法度啦。生意好的时阵啊，虽然较忝，啊，不过赚的钱也较侪。嗯。生意无好的时阵啊，嘛是赚，赚就休困。你嘛真想袂开呢。啊。来阮家感觉关系？嗯，关系啊，就是炒菜的时阵啊，有当时啊吼，无洗的油就会放伤济啦。啊，你嘛知影，以前踮在阮家的时阵啊，啥物拢无，就是油伤济啊。恁家油哦，拢是家己煮的啊，爱偌济就偌济啊。所以大家拢去阿母念嘛，啊，不过即摆有较好啊。习惯就是安尼啦，一个啊是较歹改，我紧倒倒来。哎、欸，啊，你伫倒有写日记的习惯哦？系啊。哇，你嘛真骨力呢，还佫逐工写。无啦，嘛无逐工啦，想着再写一下。啊，什么时阵开始的？做兵的时阵啊，那时阵有一个副连长啊，送我一本日记啦，鼓励我爱加写物件，加看一寡册。啊，不过最近较无闲，就无写。嗯。读册，对啊，我看你吼，倒啊订几啊本课本呢。啊，不过你逐天嘛是忝啊，无时间好看。是啊，前两年有参加考试，啊，不过拢无考好。就怪我少年时袂晓想啊。嗯，甲我同款啊。我细汉的时阵吼，家会晓想啊，想要赶紧离开学校毕业。大汉以后吼，才知影，会用入去学校专心上课、读册，是偌幸福的代志。这么想法已经袂有啊？嗯，嘛对啦，做人吼，得爱看正经，唔通回头看。啊，过去代志都可以过去啊。嘛是啊。所以以后咱的囡仔，只好好家栽培，让每一个人拢有咱读个大学毕业，比咱更厉害。啊，搁遐尼久的代志，你敢会想伤济啊？这叫做未雨绸缪啊！以后我的囡仔一定爱比我骨较好。我相信吼，你将来一定是一个认真的好爸爸。你嘛一定是一个认真的好妈妈。嗯，啊，不过即马咧，爱先做一个认真的好媳妇。你看，哎、时间无早、哦，差不多了，爱等去煮饭啊。这里。哎，叔，第三话。说你要好啊啦。哦，我昨顿来时阵哦，看到咱家电影院在演一出新的电影，看得袂歹看，看嘞，咱做伙来看好不好？嘉熙啊，你去看电影。啊！你敢唔免固定？啊，才两点钟尔，咱看煞就转来啊。下晡人客较少啦，有台仔伫也无要紧。好啊，无安尼吼，我去楼顶换衫，啊，小弟替你去。好。
我你看看，这花草有水无？上新的哦。是哦。嗯。嗯，阁袂歹看呢，料嘛真好。诶，我甲你讲，偌济人唱的呢？我带去的时阵哦，甲剩这三块，我甲头家讲，全部给我，全部给我。诶，安尼敢卖出去？当然嘛卖出去。阿母啊，你也小心我的眼光。阿母。阿母，阿兄。哇哦！穿得遮水哦，要约会哦。下晡人加较少，我想讲带丽珠去附近看电影，看啥转来。好好好，你才结婚无偌久啊，去约会是应该。进去进去，电话挂掉啊吼。阿婆，干咩个？同你嘛会用个啊，来来来。安尼有够吼，多谢阿母，有够啊！哦，阿母啊，看电影，看电影嘛爱食物件呢，加摕一寡放喺身躯顶啦。唔免啦，阮看电影就好啊。对啊，外口的物件嘛，唔知影有清气无？啊，要食啥物哦，倒来处理食啦。是啊，外口物件我嘛食袂惯习。啊，是丽珠，敢有想要食啥？哦，无啦，无。啊，阿母，安尼我先来啊，看煞倒来。好好好。进去啊！吼，啊，这丽珠哦，新衫阁袂少呢，看一个电影嘛，穿甲遐尼水。阿母啊，要出去佚佗时，就一定爱穿水衫，啊，无只水衫，哪有机会通穿对无？搁再讲，人家结婚尔呢。我知影啦，我是讲哦，迄电影伊内底拢欧米嘛，是要穿互相看。水衫当然是穿互心爱的人看，将伊欢喜就好啊。你哦，讲到文书真了解查某人。哦，当然的咯，啊无较早未化妆面是咧未假哦。阿弟阿母，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参详些。好啊，你讲啊。阿弟，我回来啦，妹啊。哎。我甲倒一杯仔水嚟，我发烧。啊！你毋是去甲朋友食饭，那才早就回来啦。大家拢散就回来。哦。坤林啊，哎，是你配布？是啊，这上流行的呢。啊，来一捆哦，配到三捆回来。这吼、哦、听讲足好卖啦，剩最后三捆啊。啊，拢毋捌卖过，那会知好卖无？啊，若卖袂出去咧？卖啦，有多少？啊，这花草哦，是我太太小姐伊上喜欢的呢。对啦，袂歹看啦。以后唔通大注大意，买这么多工花草的布回来。小阿达拜五道三，咱无要相信我。啊，恁五道三安尼讲哦，嘛无唔对啊。若是真正卖了哦，咱才阁种一挂啦，安尼较保险啦吼。咱卖了，咱卖了，不一定买会到啊。啊，搁再讲做生意，本来就是爱冒险的嘛。老弟，你好，进来啊，嘿。拄只艺术电影，你感觉好看无？袂歹看啊。我做兵的时阵哦，就最爱看电影，常常放假哦拢走去看。后来退伍哦，转来找到三工，就较无机会看电影。哦，啊，不过头拄仔间电影院就新的呢，敢是新开的？旧年才开的啊，是咱永和家第二间较现代电影院哦。是讲张琪，咱拢已经结婚啊，是为虾米看电影搁要加补贴钱哈？我伫咧厝内做事也无薪水啊，规日食的穿的拢有，嘛无需要用到虾米钱啊。安尼甲阮家同款的，阮嘛无薪水通好摕，所以吼爱用钱的时阵就家己摕。结果阮爸爸感觉安尼伤乱啊，少妹无清楚，所以就叫阮阿哥来管。阿哥嫁出去了后，同我啊，厝内底人爱用钱吼，拢爱经过我。有影哦，你遮厉害。因为我的数学好啊。哦，阿母拢无咧管钱的代志啊。阮妈哦，伊当是烦恼工人，一工五顿都白付啊，所以这余钱的代志吼，伊拢就喊你问的啦。哦，阮家的钱啊，嘛拢是乌豆上咧管的。啊，厝内若是要买啥物件，
像买菜啊，就是阿母的烦恼。阮家囡仔若是需要用的钱，就甲乌道上阿婶阿母因摕就好啊。也毋过，你甲大兄都已经结婚啊，大兄嘛有囡仔，恁这大汉搁甲爸母摕钱，安尼敢袂无方便？袂啦，反正我嘛真罕咧买什么家己的物件。啊！伫咧厝内三顿食甲遮尔啊好，出外口嘛袂想讲要食啥物点心啊。我都有上甲阿母嘛有讲过啊，伊讲阮若是爱用钱啊，就家己摕。不过遮囡仔拢有惯势啊，歹势家己摕，也是甲我都上因讲啊。阮以前踮咧厝诶嘛是共款啊，想要买啥物吼，就甲阮爸讲。阮爸虽然足俭诶，也毋过我想要爱啥物，伊拢会买互我咧。阿爸真正足疼你。嗯。来，吃这。做人新妇吼，甲做查某囝，实在是足无共款的。袂啦，你莫胡白想啦，哈。阮阿母哦，会甲你当作是亲生查某囝共款来疼疼。我知。只是讲吼，以前也毋捌同齐住过啊，所以难免会较生分，较无熟悉啦。时间若久就熟悉啊。你是不是有需要买啥物件？啊，你若是歹势甲阿母开嘴，你甲我讲，我甲阿母提好啊。唔免啦，我无需要啥物啦，而且我家己身躯边嘛够有一寡钱啊。哦，你若有需要，一定要甲我讲。嗯。时间差不多，来等。阿母啊！啊，这暗暝咧唔去睏，伫灶脚创啥啦？啊，电火也唔开，搁咧忍哦。囡仔哭规暝，真无简单才睏哩。啊，煞变作我睏袂去啦。我毋则是讲，恁厝内看会较好睏嘞。就若恁哦，粉就莫食啦。啊，你毋是叫我莫去外口甲朋友啉？啊，我伫厝里啉嘛无啉醉啊啦。哼，我着你实在是。阿母啊，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参详。什么代志你是袂当讲，啊，半暝啊讲。啊，这时啊本来想要甲你讲的啊，结果乌道上转来甲我念，我就无想要讲。到底是什么代志袂当甲你乌道上讲？我若是甲讲，伊也无一定会答应。我即个想讲是甲你参详。好啊，你讲啊。终于也结婚啊，啊，终日啊。高中也差不多要毕业啊，会用斗三间顾店啊。啊，这么侪人哦，就一间店，啊，所来囡仔一个一个要生啊，啊，赚的钱，唔知有够开销无咧？哎呀，这你免烦恼啦。这几年哦，我甲你乌斗三两个人哦，俭啊俭，掠啊掠，有剩淡薄仔钱啦，应该有够啦。目前看也是有够啦，啊，也唔过以后咧。啊，你想要讲啥啦？我是咧想讲吼，若是会用加开一间店，得当加赚一寡钱啦。你想要家己出去开店哦？嗯。我唔知影恁乌道上敢会答应呢？阿母啊，我用要300,000呢，嘛应该要独立吧？啊，咱一间店哦，乌道上长期长日，啊，佮长期来咧做，啊，咱一间店到需要遮尼济人，安尼唔足浪费。啊！恁乌道上哦，欠的遐个钱哦，我唔知影敢有够，搁要一间店面无啦。咱会用先用做伙啊，若是有趁钱哦，才来考虑是毋是用买的嘛。阿母啊，你爱相信我啦，我做生意应该袂比乌道上个商家佫较歹啊。啊，你也看咱一间店，即嘛有做西装，啊，我若是开店吼，会当请一个师傅来做女装，安尼是毋是装包啊？对啦，你安尼讲嘛是有理啦。好啦，我搁找机会哦，跟你乌道上参详啦。阿母，真麻烦你啊。好啊，你莫搁忍啊，明天收收，紧去睏啦。
好啦，我知啦。寒天的雪，哪知珍惜春天的花？若不是伤心几回，哪知圆满是有你作伙？若不是长山风吹，哪知脚是脚踏实地，若不是是非黑白，哪知体谅是爱的表现。时间的茶花，遐岁月的白，红帽亲像是地鼓，慢慢等雨过。这点友谊花，甘人生这一杯。牵手走过花谢花香，青春少年走